清杰，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十一月，其实今天出现一个开低震荡收低的盘势，中场现货重挫了194点，而十一月其实更是重挫了209点。在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全球的股市出现了一个大震荡的局面。昨天台指期货大涨200多点，今天又跌回去200多点，那前天呢也跌了快300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行情非常的大，动不动就一两百点，动不动就一两百点。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十一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今天整个十一月期指呢，出现了一个开低，然后震荡收低的一个格局。我们看到两个转折点，首先看到高点9057，9点58分出现，今天的最低点8949，12点54分出现，整个行情今天超过100点。当冲的高利区间有108点的行情，这个行情很大，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机会很大，相对的风险也很大。只要报酬的机会越大，它的风险跟损失的机会也会相对的更大。那到底什么人可以享受机会，什么人又要面对风险？很简单，如果你看得懂盘，你会规划盘势的话，这个地方纵使行情再大，你也会是市场上的大赢家。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规划行情的话，每天用猜的，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会输得很累，你会输到没信心。哦，所以说在今天，我要告诉全国投资朋友，第二季归刚啊，未当时开始拜三拜四拜五，拜三大跌了将近300点，涨大涨了200多点，今天大跌了200多点，几乎都200-300点这样在涨跌。如果这几天有受伤的话，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是礼拜五，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你好好的想清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个行情我必须要告诉你，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我说短期间内一定会，我个人认为到年底之前，到年底之前，这卡袂丢了一两百点的行情会常常发生，会常常发生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在这地方，如果你这几天有感受到台指期的恐怖威力的话，我想要告诉你，在下礼拜一开始，如果你这几天受伤的话，跟我们一起赢爸爸。我说过了，行情越大机会越大，但是没有什么红线去赢爸爸，没有什么红线去赢爸爸，我在今天会告诉你。那我讲过咯，在这个地方啊，行情啊它很大，代表机会也很大，所以在这里啊，如果你想要赢的话，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什么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台指期的一个当冲啊，你的迎战策略你一定要把它定出来。什么意思？首先你要怎么赢，你要去想，这做这些基础的当冲要怎么赢，你要去想。第一点，你要先掌握每天的盘势嘛，那今天到底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你必须要先能够掌握嘛。盘不外乎就是盘整盘或趋势盘这两种嘛，对不对？那今天到底是盘整盘还是说今天是趋势盘，那要怎么样来应对？你必须要在开盘没多久，你就要把这个盘势把它定位好，把它规划好，掌握住之后，来各位再来怎样事先去预知一下转折点，到底今天压力高点在哪，支撑低点又在哪，你才会赢得理所当然。好，才会赢得理所当然。那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到底要准备什么事情，或者是到底有没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绝对有嘛。这个方法很简单，我希望你把我的扣讯以及我这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你做一个炸豆等体。我告诉你，你接下来真的就会如同我所说的，为后礼拜开始，各位安怎高温做会安怎赢爸爸？老师敢真正安尼？啊，你今仔安怎做？你嘛讲我安听。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怎么做齁。首先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开盘价开在哪里？这个开在9048，开在9048。开盘之后呢，它接着呢就是一个大跌，跳空开低出来。那开盘之后，你有没有方法知道今天的盘势？我相信你绝对没有办法知道，你也不可能会马上知道。但是如果你有这套系统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今天的盘势。那今天是什么盘势？我说过了，不要猜。从现在开始，你有这套系统仙人指路智慧版的话，你每天一开盘一定要看这个画面。什么画面？它叫做盘势预测画面。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红色指挥棒？盘势预测几点几分？上面写8点46分呢、欸。
各位盘势预测是不是8:46？打开电脑，每天一开盘，你都爱心怎样给它什么盘？今天的盘势预测，它告诉我们什么？哦，原来今天是空方趋势，而且怎样？只要反弹，这里反弹的话，这样要干什么？要做空啊！这个就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我们的仙人指数智慧版，哦，这一套智慧型软体。智慧型软体，我们讲的是智慧型软体，它帮我们规划了盘势，它规划出来盘势是怎么样？我们再看一遍，空方趋势啊，反弹做空啊，那到底要怎么做？如果这个地方你不会做的话，我讲过了，你如果成为我们的会员，你一定会我们的软体，也会我们的扣讯，那这个时候曾老师一定会带你做，怎么做？来，你来看哦，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市价空。11月期指报价9028附近，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市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这就是用我们的动作9028做空。我们今天在9028去放空，那么每天当冲的一个操作，我说过你一定要先规划盘势。那今天的规划呢？各位，我也没有猜，我的指标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今天规划它告诉我空方趋势，所以我一开盘8:46没多久之后，我看到这个资讯反弹，我就去做空，我就告诉我们会员9028空单进场。结果我们都可以看到哦，来到10:06的时候，指数果然下杀到8950，然后最后呢12:54，甚至还杀到最低8949，没错吧？这个最低是在12:54，但是其实到10:06的时候，它的次低点8950，它就已经杀到这里了。所以这个方向，我相信大家看到都对。那做完这笔空单之后，各位，我们的指标说什么？反弹就要做空嘛，所以说今天当下杀完之后，各位，它第一波杀到50，它有没有反弹上去到8级？有，在这个地方我又做了一笔空单。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我真的有做吗？我绝对有做，有做我才会说11:06哦，也就是在第一波低点8950来之后，11:06，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11月期指目前报价8980附近啊，市价再做空至少两口大台。也就是说，反弹就是空点。老师你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今天反弹就是空点？不是我厉害，是我的软体厉害。我的软体告诉我要这么做，真的吗？因为在今天一开盘8:46，盘势预测空方趋势反弹做空，他告诉我这么做，所以我今天不但在9028做空，来到11:068980，我再做空一笔，至少两口大台。所以在这地方，软体怎么规划？我就怎么带会员做，我完全没有个人的主观意识跟想法。各位，这个就是程式交易，程式交易也就是这一套系统，因为它有智慧型的一个判断，它告诉我今天是偏向于什么样的盘势，空方趋势盘我就做空，逢反弹我就做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两笔空单空完之后，到底要在哪里补？各位，我讲过了，不要猜，从现在开始，你把这一套软体带回去，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靠猜测，都是有凭有据。好，软体怎么说？我们两笔空单做完之后，它总要有一个停利点吧？好，没错。那这个停利点，软体告诉我们8:46，支撑转折空单停利参考点，它告诉我们预挂做多8947，8947。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的空单如果按照软体的规划，如果我们都不要个人想法，它应该在哪里补？我说不要猜，仙人指数8:46就已经把你算好了，它今天算出来多少？支撑8947，这个误差只有2点，没有补到。我们来看一下，一定要给各位看一下，今天的最低到8949，但是我们软体算出来是8947，这波未丢啦。哦，我咱坦白讲，这波未丢啊，波未丢要安怎？做两笔空单要安怎？唔免惊，我一定会带进带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哦，12点整，今天的第一笔9028的市价空单，还有第二笔8980的空单。如果会员还没有出场的话，一律怎样收盘价给他出清，有没有很清楚？我们今天第一笔是不是9028放空？各位有没有？我们再看一下扣讯，这绝对有，有的事情我才会讲。我们一笔一笔来看哦，你看哦，今天的第一笔单，软体怎么讲我就怎么带，9028空单进场。第二笔单是不是要8980再做空？所以到了收盘，因为支撑点没有补掉，我告诉他们，今天的第一笔9028的市价空单跟第二笔8980的空单，如果会员哦，这个地方如果会员还没有出场的话，有出场就算了，没出场的话呢怎么办？一律收盘价给他出掉。
下个礼拜一再做。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价多少？8967。各位，你来看一下，我这样做到底是赢还是输？你去判断一下。这902把我放空两口大台，今天收盘是8967，你告诉我这样是不是跌了122点？这你会算吗？这一口单是不是跌了61点？两口单是不是跌了多少？122点。8980我也再做一趟空单，到收盘8967，是不是也照样跌了26点？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快150点？跌了是不是快150点？是不是跌了多少？148点。啊，那你操作到底赢啊输？我相信你目睭若无拓单，你绝对也当很清楚的判断，我今天这样的操作到底是对还是错。各位，所以说今天即便大跌又怎么样？即便大跌又怎么样？我还不是照空不误？9028空啊，8980再空啊，两笔空单是不是跌幅将近150点？它的跌幅啊，是不是将近150点？也就是说，你跟着我们的软体做，你跟着我的扣讯做，你今天是不是有将近150点的机会？没有错吧？你来看，为什么我知道要这样做？因为我有个秘书啊，这个秘书他叫仙人指路的智慧版，他今天告诉我来拉近这边，哎，照进，空方趋势反弹做空，他在一开盘就告诉我要这样做，好、哦，他在一开盘就告诉我这套软体，他现在就是我的秘书。他怎么说我怎么做，我的秘书告诉我今天要放空，我就去放空。这个就是最新的软体，也是市场上目前，各位，我本来要在2017年所推出来的软体，现在提前推出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又将近150点的行情了，你做对了吗？我只想问投资朋友。那当然了，这个电视节目我讲过了，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永远是我们的做法，以及我这套最新最强最智慧的仙人指路智慧版操盘软体，并不是要跟各位分享绩效，也不是要拿绩效来招揽生意。所以这个电视节目我要做个郑重声明，所有专业操作分析仅只分析指数涨跌点数，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法律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我说过了，为什么曾老师一直要推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我为什么一直要推这一套系统？因为我希望你去了解什么叫程式交易。程式交易的精神就是要利用科学精算的工程来代替人为的猜测跟判断，人为的猜测跟判断非常的不科学，而且常常判断错误。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那这科学的精算有什么好处？第一个，现在科学的精算曾老师的这套软体已经进步到这个阶段了。第一个，它会帮你研判凡事；第二个，它会帮你精算转折。哦，那今天当然没有来差两点啦，但是有准没准你家己加清楚，支撑点低一点，有准没准你加清楚。好、哦，所以说在这地方，我们就是要用科学的精算来代替人为的猜测。那各位，现在我创造了这一套仙人指路智慧版，我说了这是应该在2017年才出来的。现在我新增了更强的功能，叫盘势预测。各位，这个盘势预测功能你绝对要把它带回去。为什么？每天什么盘你都爱知呢？其实是一套早就知呢。盘式预测功能，这几套炸了爱知呢，隆重出炉，吼、哦，隆重出炉。所以说，在这几天啊，我去用拜啊，三天了，吼、哦，惊死人，拜三一工，下一个咪咪嘛嘛，有没300点，涨反弹200几点，今仔又搁栽200点落，吼、哦，这真正小高盘，小高你知无？这若无好啊，落规划，没有好好下去操作的话，这真正输到足恐怖，我袂甲你骗。所以说，在这地方，我知道这三天有人输到钱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好康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2016现在是11月初哦，这最后一波的攻势，有想要赢800不？赢个百，赢800，188，188，赢个百，188，亚洲棋王的当冲讯息，仙人指路的转折点位，这两行你改炸豆子你，我们有个短期试吃，这个短期试吃一直到今年结束，哦，给你最后一波啊啦，这个数字你注意看，我相信你绝对知道意思。你找对找艺术，你会有讯息，也会拥有我们的转折点位，188，188，188，就是讯息加上转折点位。我们开放短期试吃，开放短期试吃，一直到今年年底。哦，想要跟我们洽询的 ，man cake， 中场资讯你好好看一下，并且善加把握利用。我们稍作休息，大家回到节目现场，谢谢各位。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盛绿咖喱新上市。
亲爱的投资朋友，亲爱的投资朋友，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中讯息，棋王操盘软体，即日起开放迎战四支架，迎战四支架，两项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谢谢大家。好，哟西，呀，爸爸爸爸爸的爸。Always better。迎战棋子当冲操作，您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士，用对专业工具。迎战棋子当冲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冲讯息，棋王操盘软体，两样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一起选，两个月2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2578-3777。Les odeurs sont impalpables, mais touchent nos sens. Les fluves touchent au plus profond votre esprit, et la première inspiration en vous sent déjà l'affection. 这就是爱情的味道，对自己加分。566 Perfume 香水能量洗发露。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夏恩英语百分之百外师授课，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全国分校招生中。迎战棋子当冲操作，您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士，用对专业工具。迎战棋子当冲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冲讯息，棋王操盘软体，两样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一起选，两个月2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作息这么乱，刷起子胃酸酸的，抓你喝水。千山净水电解离子整水器，独家针对家中水质调整，分解出碱性活水，简简单单喝出健康。最懂台湾水质，千山净水。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相信接下来的行情啊，应该没意外的话，下个礼拜五个交易日的时间里面，又遇到十一月期指的结算，后礼拜盘啊，绝对会作笑的。阿拉讲好作笑，你像今仔日上200几点，昨起200几点，前天下一个300点，这个盘真笑，表示说有大钱在，当然有大钱在，代表是机会存在。可是相对的风险也存在，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去规划盘势的话，我跟你讲，下礼拜你很危险。那下礼拜要怎么赢？不要说下礼拜啦，未来你要怎么赢？未来的每一天的当冲啊，你想要赢啊，它有策略的。首先你一定要学会掌握每天的盘势，到底今天是属于盘整盘呢，还是属于趋势盘，你要先掌握住。
你掌握住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做嘛。然后再事先去知道转折点，你就会赢得理所当然嘛。所以说，针对这个方法，我在2017年还没来临之前，我把这一套系统做出来了。来，各位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仙人指路的智慧版。我不但做出来哦，我还做了一套。来，各位，大家看一下，一套教战手册。这个教战手册是在干嘛用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哦。亚洲棋王曾英杰2017年仙人指路智慧版，列款。有关软体怎么安装，有关于盘势的预测，还有转折的判断啊，这是一个属于曾老师亲自下去编写的软体安装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手册，我把它写成一本书啊。我要教大家你要怎么判断盘势，我要教大家你怎么去判断转折，然后软体怎么装。我们的专业程度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每一个会员你在拿到这套系统的同时，我们会附赠这一本给你，教你怎么用，教你怎么做，给你鱼吃，还要教你鱼，还要教你怎么钓鱼，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让你鱼仔吃，也要教你怎么钓鱼啊。好，所以说在这个2017年仙人指路的智慧版，它增加了一个更强的功能，叫做盘势预测功能。你只要能够预测到盘势的话，你想要赢就会变得很简单。你说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说这几天好了，11月11号叫做今天。今天一开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先看一下软体怎么说，它告诉你是空方趋势。所以呢，今天有任何反弹点，你都要空。今天有没有反弹？有啊，来拉近，一套炸是不是先翻大起来？翻大起来，有的人干面干面，唔知佫去做多，倒一个字倒，因为后边就栽落啊。所以说，在这地方，如果你有的系统的话，你会知道说反弹啊，不能去追多，要怎样？要放空哦。有没有告诉你？有啊，空方趋势呢，反弹做空呢。所以你来看一下我今天怎么做。我今天带会员的第一笔单就是放空，9028放空，结果第一波杀到8950，8950杀下来之后，它反弹到哪里？反弹到8980、8990那里。各位记不记得？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应该知道我讲的没错。他第一波10:06杀到8950，他有弹到8990、8988那附近。好，11:06，我再请会员8980，他反弹了，干什么？再做空两口。所以反弹，我今天就是确实在做空。软体怎么规划，我今天就怎么做。你来看，结果他告诉我们再来补8947，啊，这差2点没报到，但是有准不？绝对有准嘛，差2点尔嘛，我相信你嘛，知影讲这真准。干那差2点尔，好啊，无补到要安怎？无补到无差，咱收盘赶快会当补掉啊！赶快有120，赶快下122点，干唔是？9028到收盘不是照样跌了122点吗？8980到收盘不是照样跌了26点吗？那这个到底输还赢？我相信你很聪明，你看得懂。好、哦，你看得懂这个点数，你看得懂。好，那今天，那你昨天呢？昨天消消嘛，来拉近，起一下251点，要收，这真正消高盘。哦，昨起251，今仔阁上200点等你。昨安怎讲的？你看拉回做多，多方趋势拉回做多，那拉回做多我怎么带？9142嘛，我就真的带他们做多。智慧型软体帮你判断盘势，帮你判断盘势。这9142我昨天做多，那做多之后要不要出？要啊，9185啊，哦，9185还是可以再做空一趟啊。就昨天盘你看最高9192，9192，那做完之后你看那昨天哦。102点，哦，这两天我们配合了这个这样盘势预测，还有这样精算转折的这个方式，你看看这两天有没有验证给你看？绝对有，行情怎么说，指标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讲了下礼拜一样还是会喜上温暖，这个盘不怕你进的平稳下来。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认为它真的有机会在？你真的想要进去赚大钱，你真的有想要赢800的话，一定要在下礼拜要跟上我们这个列车，赢家列车2016年的最后一波攻势。哦，各位，绝对曾老师要让你赢800，我想办法让你赢800，亚洲棋王的当冲讯息，再搭配仙人指路的转折点位。很多人说想要短期试看看，没关系，这就是一个机会。最后一波的攻势，1888，赶快艺术，吼，这两样东西，通通都可以给你。
讯息，再加上转折点位，通通都可以给你短期的一个试吃，一直到今年哦的一个结束，这是短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哦，用很短暂的时间。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操作有兴趣的话，而且你也希望在这个行情波动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来赢他一笔的话，各位这个方法一定要有，哦，这个方法你一定要正确，绝对不能逞匹夫之勇，要不然你会输得很凄惨。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想要赶上我们最后一波的攻势的话，各位，请你一定要善加把握，利用中场资讯。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也 OK 哦，我喷都发比啊，有本我草本驱蚊系列。亲爱的投资朋友，亲爱的投资朋友，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中讯息，棋王操盘软体，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迎战试吃价，两项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谢谢大家。臭男生，我喜欢你，不需要答案。于是爱情的香气弥漫，久久不散。青春有所谓，撒拉撒拉香水沐浴露。迎战棋子当冲操作，您必须用对方法，跟对专业人士，用对专业工具。迎战棋子当冲欢乐组合套餐，棋王当冲讯息，棋王操盘软体，两样商品选一项，三个月28800；两项商品一起选，两个月28800。迎战棋子刻不容缓，是立即要做的事情。速拨迎战专线02-2578-3777，02-2578-3777。怕油，怕上火，爱滋味分解茶，一餐的油腻，一瓶分解茶，纯净的 Okinawa 山苦瓜分解素，降火气，解油腻，油腻分解开始 Go。 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很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横，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你的头皮喝咖啡了吗？植萃566咖啡因洗发露，深度控油，根部蓬松。无细鳞植萃566咖啡因洗发露，有效果，没负担。迎战棋子当冲操作，您必须用对方法，跟对。